小姐姐你好，在赶羊回家是吧？是的。吃晚饭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今天晚上可以去你家吃个晚饭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跟你爱人商量一下是吧？嗯，对的。行，那我跟他说一下。这是你儿子是吧？好可爱。嗨。你这个锅盖头挺好看。啊，那个就是你老公爱人是吧？啊，大哥，刚才跟你老婆说让我叫问一下你，说在你家吃个饭，让你做主，你问家行不行？谢谢，行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家住这里是吧？啊，这个也是儿子哈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行，谢谢。你给不给你弟弟吃啊？都不给他吃啊你啊？你一个人吃两个，他都没有。你嘴里都吃过了还给他？刚才这个小姐姐说哈，这个山脚下这里养了一头猪。嗨，二师兄你好，吃饭没有？饿了是不是？怎么今天晚上给我们搞点大肉啊？喜欢吃吗？喜欢吃，喜欢吃，特别喜欢吃。真的住在这里特别的舒服，依山傍水的，早上醒来可以听听山上的鸟叫，然后听听河里流水声，真的这种环境太惬意了，太有画面感了。这个又叫什么？朵儿。啊，朵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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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的妈。被弟弟啊阿鹏宇翔把门给我们锁起来了，出不去的慌。他才十几个月，就这么调皮。嗯，我跟你讲，长大了绝对是个人才。怎么锁的了？哦，纸巾是这样挂起来的。阿鹏大哥和阿阔小姐姐家真的太丰盛了，搞得满桌子一盆这一道一盆肉，你看几个菜，锅里还有，真的很感谢，很感谢。闹闹，闹闹，嗯，很香，嗯，看看今天，你看这肚子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吃的咋样了。今天晚上的腊肉全都到我肚子里来了。阿鹏哥，我那个这是你买的，没有什么，那个是你们在隔壁邻居买的，就买点牛奶和这个零食，其他没有的，真的。哎呀，我也是，不是一点心意。咱们多啊呀，不用买东西，不用买东西啊呀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能吃什么？其他那小孩子吃的也没有，就只有买点零食好了。大哥，我就准备走了，我们。啊，真说吗？啊，真说吗？在住啊？身体啊？在身体啊？在身体。我在。给你们弄好了是吧？不不不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准备走了，我们开车，我们去。明天走嘛，走走嘛。我们那个明天那就不是，我们晚上去外面找个地方啊。啊，你走，晚上走走嘛。这里睡啊，明天早上走啊。明天早上。明天早上走嘛。小姐姐不用，你们不用，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我们真走了，那个不用那个啥啊。睡这里呀。睡这里呀。明天再走啊。明天早上走嘛。啊。明天你们还要忙事情，没你们忙事情，啊，真的不用，谢谢谢谢，真的不用，啊，在这里呀，明天走，明天真的，我是讲真话，我要讲真话，你这个搞得我太那个啥了，太不好意思，不要搞了，真的，我们就走了啊，你不用搞了，明天再走啊，明以后保持联系啊，真的，你们太热情了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也走了啊，走吧，这么晚了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准备走了。弟弟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来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哥啊，行，我们联系啊，好，以后有时间可以传给我，行，好的，走了。